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和平隧道这里，然后今天我要去的地方呢，就是在后面这里的象鼻隧道。那必须要去到那边呢，我必须先从后面这个明隧道的出口走到外面，然后再垂向下去。那走一段海滩呢，再往上走到这个象鼻隧道这边，应该不会太难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好，现在要从这里下去。OK， 来到第一个无人沙滩。OK， 这里就是今天要去的地方。好，现在要顺着这个路，回到旧路的路基，然后去隧道了。OK， 现在顺着绳子，回到这里，前面就是旧路基了。过盲草，okay, here we are. Yes. This is epic, man. Wow.去那边往回拍。好，看见有其他人来，然后就是说后面的隧道移动。哇，不得不说这个风景真的太美了，东海岸真的太漂亮了。OK， Let's keep walking。OK。Like at least half of the road is now gone. I don't want to stand too close. Okay, just came from there. And you can see there are two tunnels. I think that's the new one. That must be the older one. Look at this shoreline. Okay, 这里应该是尽头了。这是旧的隧道口，这边不会攀岩的人会从这里上来，看一下。OK， 我从另外一个隧道口出来的，那也是我过来的地方，然后钻去新的隧道里面，然后这是旧的隧道口。OK， 那以上就是象鼻隧道，其实风景蛮漂亮的，然后这段的路基也比较完整，走起来也不会太恐怖，不过就是有点短，然后有点曝晒，蛮热的，对，不过还是蛮推荐来的，风景非常非常好，就来看一下后面的海岸，哇 ，OK， 好，那下次见了。